家好，欢迎来到妙招派，每天分享实用的小妙招。开塞露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，在生活中呢，只需要花上1元钱呢，就可以买到一支开塞露的，价格也是非常便宜的。其实开塞露呢，放在生活中还这几个妙用，赶紧学习一下吧。开塞露的第一个妙用，可以用来当做一个鞋油使用。有时候我们穿皮鞋的时候呢，鞋子很容易变脏，只需要呢将开塞露呢挤上去，随后呢直接手上擦鞋布将它擦干净。因为开塞露中含有甘油成分，不仅可以起到清洁作用，同时呢可以保养皮质，防止皮鞋在冬天开裂，效果非常不错哦。开塞露的第二个妙用，还可以用来润滑荷叶哦。有时候我们在开温门的时候呢，荷叶总是会发出响声，就会导致呢开门的声音被放大。我们只需要呢将开塞露呢挤在荷叶上面，因为开塞露中含有甘油成分，可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，同时呢可以防止荷叶生锈。接下来呢让静置10分钟哦。随后我们再来开关一下门，就会发现门呢再也不会发出难听的噪音了，下次就可以直接呢使用上开塞露来帮忙哦。开塞露的第三个妙用，可以用来润滑衣服拉链。有时候裤子拉链呢总是很容易卡顿，我们只需要将开塞露呢挤上去，涂抹均匀，这个轻松将拉链拉上去了。这是因为开塞露中含有甘油成分，可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，同时可以防止拉链生锈哦。开塞露的第四个妙用，可以用来滋润脚后跟。有时候在秋冬季节呢，脚后跟很容易开裂，我们只需要呢使用上开塞露来帮忙就可以啦。因为呢脚后跟很容易开裂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将开塞露呢挤上去，随后呢抹均匀。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呢准备上保鲜膜将脚后跟呢包裹住，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呢防止脚部开裂，效果非常不错。大家下次就可以直接使用上这个方法哦。开塞露的第五个妙用，可以用来滋润手部皮肤。有时候我们在秋冬季节呢，皮肤非常干燥，家中呢又没有护手霜，我们直接呢将开塞露呢挤在手背上，随后呢将涂抹均匀，我们就会发现呢开塞露也可以当做一个护手霜使用。这是因为呢开塞露中含有甘油成分，可以起到一个保湿保养皮肤的效果，非常不错。开塞露的妙用大家应该都学会了吧，下次就可以将它利用价格。